大家午安啊！我们因为委员的人数不足啊，请再稍候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抱歉了。
请大家再继续稍候一下啊，我们再再联系其他委员啊。我们等一下，如果人数够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海域管理法的部分呢，来继续处理哈。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单纯一点，国土局法呢，因为其他关心的委员啊，包括参与的讨论的委员呢，可能在另外卫环委员会他们在那边审查其他的法案所以我们大概如果还可以继续审下去，我们还是回到海域管理法的部分再做讨论那当然，如果有意见的部分我们可以保留了，进行这个超越的协商我们再稍后一下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有周尼安委员，还有姚文智委员啊，都会过来。好，我们先如果过来以后，我们是不是就先来处理我们的海域管理法的部分？那郑天才委员在协商那个广电三法，因为他也有提案，我想我们也已经通知啊，可能会稍晚一点过来啊，是不是我们就几个重要的条文先来讨论？那需要保留，我们再保留到做超越的协商，好不好？好，请大家再继续耐心的等候一下啊。
好，我们现在姚委员还有周委员都到了，好，我们就开始协商。我想这个海域管理法呢，早上的讨论里面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海洋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但是海洋委员会这个组织法呢，在今年7月1号总统已经公布施行了哈。那这里面呢，我知道这个可能不同的这个委员之间呢，会对这个主管机关有疑问，我们就把那个第三条呢保留啊，做朝野的协商，这是第一个啊。当然，这两个部会事实上几乎我也跟两个部会的首长沟通过啊，他们都比较支持是我原来的那种写法了啊，但是我们尊重了啊各位委员的意见呢，到时候我们把第三条的地方保留。那今天我们是希望说有这个机会把这个法的体制呢能够再建构起来，因为这里面纯粹是谈到海域部分做怎么样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啊，将来做一个有秩序的发展。那至于它的施行日期呢，那是以后由行政院定的，那搞不好是5年10年以后，因为你基础资料建构呢，它是需要时间。但是这个法最后通过以后呢，将来随同的海洋委员会或者是现在内政部正在进行推动的工作呢，它就可以继续再落实。
有一个法的一个依据了，但是它正式实施的时候呢，它就由行政院定制，所以那个时间点啊，恐怕在很晚以后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至少我们在现阶段呢、啊，把这个海域的这个整体规划呢，来补足我们现在法制上的不足了。我今天早上有特别强调，海域管理法是补足在海岸法这个海岸管理法的外围哈、啊，就是往向海的一方呢啊，从三海里到十二海里那个空白啊，主要是这样子的哈。啊那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跟内政部还有相关的单位呢做过初审了，所以我是不是建议呢啊，就初审条文来做讨论啊，是不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啊，如果各委员同意了，我们是不是就啊逐条来啊来检视好不好？啊，首先是海域管理法的这个名称，各位没有意见？它是有别于海岸管理法的啊，但是各位。可能要特别解释了、啊。今天早上啊，郑天才委员也特别提到啊，管理啊，这样子要管制人家，其实不是 management 的，其实是规划的意思。翻译，但是我们中文就这样，应该叫做 management 啊。国外都是用这管理呢，其实是有计划的去规划 arrangement 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planning mirrors management， 就是说规划是跟管理是相互呼应的啊，是反映规划这个管理啊，它会建立一些体制了，不是说我去管制人家啊，而是用这种角度。那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这个第一章的章名，各位没有意见？没有，我们就通过啊，第一条。各位没见好，如果可以，因为这个是我们参考国外的一些资料，国内的这些相关的需求哈、啊，那么提供的这个条文啊，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这个文字。那么第二条最主要是，对，因为我们是跟内政部讨论过很多次，啊，也协商过好几次啊。好，那第一条没有意见，第二条，好，那么第二条，这个是在定义方面的啊。好，因为我们跟署长也直接讨论过了啊，那么第二条通过。第三条保留啊，因为这是未来主管机关的问题啊，我们在保留在朝野在协商啊。第四条中央所办理的这个工作，包括下列事项，这是未来的主管机关，就是海洋委员会没成立之前由内政部来推动啊，但是海洋委员会成立之后呢，就由啊海洋委员会来处理啊。海洋功能区划，海洋功能区划啊，它叫 Marine Functional Zoning 啊，哎，它的划设的是一个专有名词，海洋功能区划啊，或者国外它也有叫做海洋空间规划啊，叫 Marine Spatial Zoning 啊，用这种方式，这个是在海域管理里面啊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那个期刊的非常热门的一个议题。或者是 Marine Policy 海洋政策的国际期刊、啊、非常热门的议题啊。那在今年本来五六月的时候呢，经济部也曾经问我说要不要去参加欧盟 OECD 啊，他们有一个 Marine Spatial Zoning 的一个国际研讨会啊，但是我们这边走不开，所以没有去啊。好，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那第五条。进行这个基础研究，这条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国内我们曾经把海域的这个所有的相关资料去做叠图以后，发现说我们资料是很欠缺的。那别的国家像欧洲这个北海地区啊，还包括东南亚很多的国家，它在进行这个资料的时候呢，都需要将近十年的资料啊，要累积，所以我们会非常急切的希望说。这个海域的调查呢，能够持续，而且是能够非常完整的建制啊。这也就是为什么
内政部地震司这边啊，有对大陆礁层岛礁这些的调查，它的必要性就在这里会呈现出来啊。好，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第二章的章名《海域功能区划与全国海域管理计划》。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啊。第六条啊，是阿钱。哦，对不起啊。我回过去一下，可以吗？哈，可以，哎。好，因为现在在协商嘛，哈。是。那个第二条哦，有海域功能区划啊，是，然后我们现在修正的第四条叫做海域，在这里的第二点是海域功能区划哈，第四点是全国海域管理计划，第三款，第三呢？第三款，第三款。这个我稍微说明一下了哈。对，这个定义，那个功能会不会在第二条需要处理啊？我们如果看到第六条哈，最主要是说第六条呢，所谓的海域功能区划是分为不同的分区使用了。本来如果各位有这个资料呢，是不是可以翻到原来的现在的手边的资料的第五页哈？我原来的条文是第十条的，它是分为不同的这种区划，啊，意思就是说，将来的海域呢是多功能的，但是它是必须要有秩序的去做规划跟使用啊，所以呢，它有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一个到十二啊，十二包括那个保留待定地区是现在可能没有资料，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办法确立啊，它的属性呢应该做什么样的使用，所以把它保留，啊，以前是这个我分为十二类了。但是后来跟营建署跟相关机关的讨论之后呢，我们把它变成现在的第六条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就它的将来的功能方面呢，来做条文的修改，就变成不分项了啊，不分款的啊，不分款次，啊，目的是留给主管机关一个规划管理将来分区的弹性，所以这个呢是对于整个依照它的自然的条件里面呢，所做的使用的这种分区，然后把这些分区呢做总和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全国的海域管理计划。所以全国海域管理计划呢，在我们可以看到第七条里面也有啊，中央主管机关会拟定全国计划的时候，它就会包括这里面的，包括海域的范围啊，永续利用的策略，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区域，还包括功能区划。所以第七条呢，是对于全国的一个计划内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上面有一个全国的这个海域管理计划，那是将来呢，整个对中华民国对外围的海域呢，做一个领海之内呢，做非常完整的规划。但是这个管理计划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分区啊。包括原住民的一些用海啦，或者是将来渔业的作业啦、观光油气等等啊，还有保护区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海域功能区划是这个法里面呢、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基础呢就是第五条里面的这些相关的研究计划。以上报告。那这些，但是啊，你看到第六条哈。第六条，工程用海、特殊用海，好像，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名词，好，我们在第六条突然冒出来，那在定义里面啊，定义里面我们其实只有两个定义啊，一个是海域，一个是海域功能规划。那等一下这个那个政委员就说要原民用海。啊，就是说这个其实应该有特殊的指涉吧，哈。那这个如果没有定义清楚，没有在前面定义清楚，后面这样写，好，那当然也包括刚刚我提的，就是所谓的全国海域管理计划，啊，这些有没有必要把它弄得更清楚呢？因为说真的，好，特殊用海。工程用海这些我是看不到。好，我想
要不然第六条呢，我们把它保留来做补充，它的内容好不好？补充它的内容啊，看看是在我们说明栏里面去做补充，还是说我们在定义里面呢、啊？第二条的定义里面去加注啊。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加注在第二条之后，可能会变成每一个区要解释啊，就非常的复杂啊。那其他的，我想，比如说港口航运呢，渔业作业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可能我在说明栏里面呢、啊，是不是来做补充啊？这个特殊用海是这样子啦，包括像环保署有这个所谓的海抛地区啊，海抛啊，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污染的排放地区啊。那么和这个排放口的这些地方叫做特殊的用海，当然这个名称呢是不够清楚啊，在这边第一次看到了，是不是容许我们把这条保留，然后呢来加注在它的说明栏里面？是，对，还有这个区域计划法这边呢、啊、也有放在施行细则里面呢、都这个。区域计划法的施行细则第十三条呢，就是有对于这个非都市土地呢，可以划定各种不同功能区的时候，包括一般农业区啊、工业区、森林区、山坡地保育利用区，它都会另外再做补充。所以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在这边补充，一个是在施行细则啊。当然这个部分呢、啊，可以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看是第二条啊，要不要把这些名词也列进去啊？那。我觉得恐怕列进去会比较清楚吧。好的，我想这个部分呢、啊，这样子我们就保留跟营建署在协商的时候把它提出来，好不好？然后这里啊，是不是大家看到有一个版本哈、啊？是我在11月3号的时候呢，又跟我们营建署这边讨论之后呢，我又提出来，就是有这个叫海域管理法草案哦，由我办公室提供的，这个是我们依照营建署的意见呢、啊，再把这第六条拆成两个部分呢、啊，拆成两条，原因是因为这条啊非常长，而且它前面呢、啊、是在讲那个分类啊，是依照我的原条文的第十条把它修改的。那第二项呢，其实它是一个规划管理的原则啊，所以我们就变成第六条之一啊。是用这种方式，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部分呢、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纳入全国海域管理计划，我早上有特别说明了、啊，因为这个法为什么会跟这个时候提出来，它为什么会跟这个国土计划法来并同来审查？原因是在国土计划法里面呢、啊，有一个海洋资源地区了。所以这个将来呢，这个部分呢会并到这个国土计划法里面去啊，去做一个结合。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说，把后面那一句话呢就改成不是叫做纳入全国海域管理计划，而是说纳入全国海域管理计划及国土规划，因为我们就不知道国土计划法什么时候通过，但是国土规划里面呢必须要考虑这个部分啊，并且定期检讨。所以。我们建议呢，第六条保留，但是呢，这个文字呢，是不是就这个修改过的这个第六条跟第六条之一啊，来先提出来，作为朝野协商的这个进一步讨论的基础。那至于说姚委员刚刚有提到的，是不是应该要就像这个特殊用海等等，要明确的给它定义啊，这个我们都可以一并来做处理，它放在第二条的定义里面，或者是放在说明栏里面，好不好？好，所以这我们第六条就保留啊。还有那个第六条呢，因为有原民会、文化部跟渔业署啊，是不是这三个单位要一起来表示一下意见？原民会跟文化部、渔业署，我们有一个表哈、啊，他们的意见呢、啊、都放在这个有一个对照表里面。有没有要各部会有没有要补充说明，还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朝野协商的时候呢再来做处理，这样子可不可以？好，因为这个意见还是到时候会再提出来嘛，是不是？我们第六条保留，到时候再一起再处理，好不好？好，所以这个第六条就拆成两条啊，第六条跟第六条之一，但是呢那个文字有做一个修改啊，要纳入国土规划
那另外再补充它的定义啊，还有就是三个单位的这个意见呢、啊，也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在这一并来做处理啊，好不好？好，是不是就进入第六页的第七条？第七条是特别提到全国海域管理计划的内容呢、啊，就包括这个部分。这也是经过大家讨论之后呢，尤其我跟这个内政部这边呢、啊，做了非常详细的讨论，然后由内政部这边做一个整合了，啊，协助做一个整合，做比较精简的文字。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啊。那第八条。第八条我们是当时是有讨论到这个合议制啊，以邀集这个相关机关，但是我知道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也要征询一下这种的写法呢是不是人事总处可以接受，还有这个审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意见，有没有其他单位的意见？人民会嘛啊，人民会有这个意见，好，人民会有意见，那这条保留好不好？好，我们保留，到时候请人民会来做详细的意见的这个陈述啊。对，还会朝野协商了哈，好不好？那第三章海域使用许可这个名称，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那第九条，第九条是属于这个。海域的使用的一个权属的问题啊，那我记得渔业署好像有意见，是不是？啊，渔民会，啊，渔民会有意见啊。那第九条保留好不好？啊，保留我们做这个讨论啊。然后第十条，第十条，文化部跟渔业署啊。也有意见啊。第四条是不是保留？因为他这是主要是谈到某些的这个用海呢，要不要免征，或者是全部免征或者部分免征的这个费用啊？那当然是对于公务性科研原住民的部分，还包括渔业的部分呢、啊。我知道渔业署也有提出一些意见啊。那这个部分就不会影响他现有的权益跟传统的。用海的权益啊、哦，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第十一条保留，好不好？来，这请那个文化部那个用麦克风，好不好？请说明。文化部这边提供一点意见哈、因为目前那个水下文化资产法刚刚在11月7号已经一读通过哈啊。我们水下的文化资产目前都在台湾的四周海域啊，都在进行这个相关的调查发掘哈啊，所以这个相关它的用海啊，那将来也是水下文化资产法要依法去执行。那这种依法去执行的业务呢，是不是要受到这个？海域使用费的这种限制哈，我们是希望可以不需要了哈，我们就建议了增列一款哈，也就是我们写在这个修正条文这个今天这一份资料第四页里面哈，我们的建议内容的第二条哈，就是文字的内容是这样子哈，本来这个水下文化资产法的草案那时候是写，就是水下文化资产活动啊，那后来呀、啊、有被修改了哈，后来通过了一审的通过的文字有修改，我知道，但是我先提供一点意见，好吧？好，那我的意见是说，把它加一款叫做进行以水下文化资产为标的。之相关活动用海，也就是第十条的部分是吧？对，第十条的、第一项加一个六款这样。好，那个部分呢、啊，因为、如果有可能通过的时候呢，我们就尽快好吧。
对对对，就病童那个我们来做保留好不好？好，保留。好，我们现在还要看那个最后通过的法案哦，因为最近可能如果有顺利通过的话，那个看法定的这个名用词啊、哦。然后第四章，章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啊、哦。第十一条有没有意见？好，我们第七条通过。第十二条，第十二条我们当时讨论的是。有哪个单位？没有，好，如果各位对第十二条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是吧？好，啊，对，对不起，请说明，那个用麦克风好不好？对对对，请到前面来好了，好，到中间来。请问说明一下呢？这个最后一段文字哈，就是海域使用权人对不妨碍其依法使用海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动不得阻挠。那这个不得阻挠之前，我们建议加一句话，就是在无安全顾虑下不得阻挠。啊，在无安全顾虑下不得阻挠。是，请问哪？你是？我们是台电。台电公司啊。哦，因为这个。是是是，非排他性当然是 OK 的，可是如果有安全顾虑的话，其实是应该要考量的。好，好的，那内政部对这个有没有意见？好，那就对这个问，刚才就照这个台电公司的意见修正啊，通过第十三条啊。各位没意见，就是我记得国防部有一件啊，这个保留好了啊，就是在测绘的时候，它是跟后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则有关系啊。但是这条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太谈到什么工作船啊，这个问题啊。我记得管碧林委员啊，什么在交通委员会都常常咨询这个问题啊。我想这是要很慎重的啊。那第十四条。第十四条，我们也为哎，好，对不起，刚刚那个第八之一条，有一条第八之一条，第八之一条啊，第八之一条在我的修正的建议里面啊，在第二页有第八之一条。是新增的了啊，是对通盘检讨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例外的规定啊。各位对这个条文有没有意见？这是跟营建署讨论的这个结果啊。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这条就通过。好，第十四条，十四条也有修改过啊。因为主要是第二项了哈，这个部分营建署的建议是把那个。海域使用期满前呢、啊，要提前收回的时候给予合理补偿，这个部分呢、啊，把它删除了啊，删除。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要多一点的讨论？就还是说我们照营建署的意见把它删除？营建署这边要不要说明一下，还是什么？啊？好，那就保留好了了，保留我们到时候再来说明一下，好不好？好。那第十五条，第十五条也保留好了啊。第十六条，第十六条啊，我们跟营建署讨论之后是把它删除了。这边要不要说明一下？因为在民法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所以营建署建议呢，第十六条整个删除了。书里面有没有补充说明？好，这个好，第十六条，因为这是民法的规定了、啊。因为这一条主要在谈有关海域使用权的这些移转啊，包括继承啊，或者是
转让啊，这些，这些其实在民法里面都已经有相关规定了。有关使用权利的移转，我们建议是回归到民法，不用在这个海域管理法里面再另外订定。好，那我们就把这条删除。那请看到第十七条，这条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第十八条，渔业署有意见，我们就保留好了。第十九条。好，没有意见就通过。第二十条基金，这个我们在上次都讨论过了啊，也通过。二十一条，好，我们通过。第五章的法则名称，好，没有意见，我们通过。第二十二条，这个是依照营建署的这个建议了啊，把这个法则的额度呢跟比照的相关的这些法律啊，二十二条，对不对？二十二条，好，通过。二十三条是，请那个不是，就是说额度了啊，对，额度了，不是比照其他法，是这那个六万到三十万了。本来我们是有不同的那个财阀的标准的啊。可能好像印象里头好像是六十万还是多少，但是营建署提出来是参考其他的相关的都市计划区域计划的规定的。二十二条是说没有申请，是，对，我的意思说这些，要不要说明一下跟其他的那个竞合的关系啊？对对对对，就是说横平考虑啦，主要是考虑的，所以才把这个文字呢做了这个修改了啊。这是营建署参考区域计划法、都市计划法这些相关的一些法的提例啊，做一个横平的考虑，再定出这个额度了啊。好，这条我们通过。二十三条，这个到时候我们的这个条次啊，要再做一个通盘的再检视一下啊。我们这个时候就授权给议事人员再来做整理哈。二三条各位没意见？没意见我们就通过。二四条是关于测绘的部分，各位没意见？好。那这条保留好，因为前面那个测绘的部分啊，对对对对，啊，前面测绘部分十三条，因为那两个跟国防部、国安局都要讨论一下，好不好？啊，好，二十四条保留，二十五条，这是一个展旗的，还有一些结构物的一些相关规定，这主要是行政的处罚了啊。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二十六条是不是在调查方面啊？这个规避的，这是现在其他的相关的法律都有这种规定啊。那么我们就通过第六章负责，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二十七条啊，请营建署条的法则里面有一条是违反十六条的规定，没有申请许可。那我们刚刚是十六条已经删除了，所以这边要配合把第十二条的这个违反的规定。好好，那。这个我们都要检视一下哈，所有的法则的那个相对应的条次款式啊，都要再重新再检视一下，好不好？我们再重排那个条次啊，在协商的时候才不会出错啊。那么接下来是第六章附则啊，再接下来是第二十七条改列附带决议啊，因为这个我们是在未来呢，这个法即便是在施行之后，还是要很多的基础调查。它是需要时间的啦，啊，所以各位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很急，其实现在真的是需要建制这个基础资料，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啊有这个相关的计划出现啊，所以这一条就改列为附带决议啊。那第二十八条，这是参考我们现在的海岸法的这个管理的体例啊，好，我们就通过。第二十九条施行细则。啊，通过。第三十条，
主要是在配合现在一些现行的作业的哈，一个宣导的工作了，海洋日、海洋周的这个活动。日本的像其他相关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这规定哈，海洋基本法啦，他们都有这种规定哈。好，那第三十条、三十一条啊，三十条通过，三十一条通过啊，因为这是行政院定制，它行政院还有很长的时间呢。第三十一条，三十一条保留，好，三十一条保留，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好的，好，三十一条保留。好，我们现在宣读这个协商结论。我念完就可以了啊。好，来来，我们现在先宣读协商结论啊，就海域管理部分的审查的协商结论。需要等一下，怎么样？按一下麦克风。然后那个我是那个台电哈，有关刚刚那个第十五条哈，那段文字想建议哈，采用那个邱燕委员哈那个建议的再修正的那一个条文，就有关那个海域结构物拆除那个时间那一段。让我们保留原来的保留。好的，就是依照我的版本吧。是是是，好的。那这个我们还要继续保留吗？好，那就要保留了，好不好？保留，我们再把这个文字呢找出。还有来请，哎，好，请，主席好，我是中油公司代表哈。是，就关于那个第十五条，我的建议也是，对，好，是请那个依照那个邱委员再修正版本的那一部分再，然后列为保留。好，我们可以保留了，到时候把大家再提供文字修正，好不好？好，来，请赶快念一下。姚委员，请稍留一分钟。宣读协商结论，海域管理法，法案名称通过，第一条通过，第二条通过，第三条保留，第四条通过，第五条通过，第二章章名通过，第六条保留，第七条通过，第八条保留，并新增第八条之一，第三章章名通过，第九条保留，第十条保留，第四章章名通过，第十一条通过，第十二条句末增列在无安全顾虑下不得阻挠文字修正通过，第十三条保留，第十四条保留，第十五条保留，第十六条删除，第十七条通过，第十八条保留，第十九条通过，第二十条通过，第二十一条通过，第五章章名通过，第二十二条通过，第二十三条通过，第二十四条保留，第二十五条通过，第二十六条通过，第六章章名通过，第二十七条改列附带决议，第二十八条通过，第二十九条通过，第三十条通过，第三十一条保留。宣读完毕。刚才那个姚文智委员特别也提到那个定义的部分啊，所以我们把第二条也保留，好不好？到时候看看来额外再定义啊。还有六之一也保留啊，因为我们第六条拆成两个部分嘛，六之一也保留啊，再一并讨论。我们也请这个中油或者是台电这些公司啊，就相关的条文呢、提供具体的内容，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来处理哈、好不好？今天我们就好。那么在海域管理法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本案需经党团协商，到时候请推派有委员，那就是本席啊来提出啊。啊，二十五条有修正通过，是不是？好，二十五条要修正啊，要修正啊。好的，好，那么今天就会议到这边，我们国土计划法再择期审查。好，谢谢啊，我们就散会。
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好，谢谢。就是这四个条文其实很多都还是有争议，所以大部分都是保留。那为什么会要在今天的委员会就要先完成这个作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会期在12月15号左右啊就结束休会了啊，因为大家也要选举，所以这个第一个是首先的，第二个是我们觉得这个合同啊如果要成立。知道这个海域的相关的这个啊，进口会涉及到多大的数量？比如说南环的保护多大数量？四分之一的市场。那我们现在呢，希望把这个补足3海里到12海里这个空白的啊。这个部分呢、啊，叫做海域管理法，来补足我们现行法的。那这个里面呢、啊，也有相关的紧迫性，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处理啊。原因是